如何单抽出银狼？用这个方法，我先单抽一发警员演示。首先来到警员的将军府，来到他坐的位置，捡起他的日记，大喊一声：“警员，我要看你日记啦！”然后开抽。先看一下我的抽卡记录，只抽了17发。OK， 单抽一发，闪光有了。以此类推，从最初的剧情里可以发现，银狼待过的位置在基座仓乱前台这里。银狼之前在这儿坐过，上面还有他的 DNA， 所以你懂我意思吧？快快点赞，祝点赞的朋友10连双击。